战场之上，索朗德吉与洛桑的战斗仍然在激烈的进行着。索朗德吉像是一名猎杀者，手持金刚棍追逐洛桑而战。洛桑知道自己近战的话并不利于能力的发挥，所以一直都在游走缠斗，并且不断的利用高温火焰对索朗德吉进行袭击。两个人的实力本来就比较接近，然而索朗德吉身上的伤势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所以这样一来，索朗德吉就不得不一边压制着伤势，一边内心焦躁的想要结束战斗。 他的速度与力量都强于洛桑，所以很快便追上了洛桑，恶狠狠地举起手中的金刚棍，对着洛桑的身体砸了过去。洛桑无奈之下，只能够转过身去，选择以背部承受索朗德吉的攻击。砰！一声沉闷的响声在平地上响起，如同放了一个闷雷。洛桑背上的肥肉如同波浪一般层层叠,叠叠，可还是无法完全卸掉索朗德吉的力量。那把金刚棍在极快的速度之下，竟然如同利刃一般撕开了洛桑的后背，鲜血飙溅，洛桑的口中发出一声闷哼。 然后借助这股力量，猛地向前飞扑出去。索朗德吉已经杀红了眼，紧跟着过去，一棍又一棍的劈下。顶着洛桑身周熊熊燃烧的烈焰，他的金刚棍无情的落在洛桑后背上。啊！一棍落下去，又是皮开肉绽。即便是洛桑这种满身肥肉的大胖子，也忍不住哀嚎了起来。他顶着几百斤的身躯，竟然撒丫子跑得更快了。洛桑也知道，眼下的索朗德吉是在用拼命的打法，但是他可不想和索朗德吉同归于尽，因此只能够选择逃跑。 拖延时间，于是，在战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场面：两名雪域高原一流的艺人，竟然如同小混混一般，一个在前面拼了命的逃，一个在后面拿着金刚棍猛敲。嗯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反璞归真。所有人看着这一幕，虽然内心觉得有些好笑，但谁都没有真的笑出来。每一个人都死死盯着他们，想要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终于，在十几分钟的鏖战之后，索朗德吉的伤势终于让他的动作出现了一缕不协调，而这种不协调。 从他追逐洛桑的速度变慢就体现了出来。洛桑后背已经被打得稀烂，但是流淌出来的不光是血液，更多的竟然是白花花的肥肉与黄色的油脂。他看上去伤势很重，但跑得依旧飞快，一边跑一边惨叫。反倒是索朗德吉，慢慢的动作有些沉重。二人的动作，一般人根本看不清楚，也不知道战局如何，只知道索朗德吉一直在压着洛桑打，洛桑却只有逃跑的份。但是张毅与梁月几人分明看到索朗德吉的问题所在。洛桑感受着身后棍风的凌厉。 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燃烧了起来，但是他没有着急，而是继续往前逃。他现在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，虽然痛但不致命，让他仍然能够保持不错的战斗力。再等等，等到索朗德吉内脏的伤势彻底崩裂，他就会回过头去把它烧成香香的烤全羊。洛桑的心中正做着完美的计划，突然之间，原本拼命追逐他的索朗德吉停下了动作，他缓缓放慢速度站在了雪原上。洛桑也在远处停了下来，一脸疑惑与谨慎的盯着索朗德吉。 他怎么突然看上去这么平静？难道说要使用什么绝招了吗？洛桑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，因为索朗德吉的表情太平静了，平静的像是已经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无所谓，就像是要豁出性命了一样。洛桑如临大敌，他沉下身子，粗壮的四肢如同柱子一样支撑地面。在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他的身体如同气球一般鼓胀了起来，原本就肥胖的身躯竟然硬生生的变大了一倍，这是他的防御姿态。 无论面对怎样的攻击，都可以利用这一身油脂来做纯天然的防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索朗德吉张开嘴，用不大却足以让所有人听到的声音说道：“我认输。”整个战场两边出现了一瞬间的死寂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，几乎所有人都在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战场上的索朗德吉。许多人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，就连战场上的洛桑也难以理解，索朗德吉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认输？要知道，他如果认输的话，那么帕吉加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。 那个人在登场，就需要先对决洛桑。即便是获胜之后，也要面对三家联军的最后一人。现在的洛桑仍然保留着比较强的战斗力。索朗德吉对于那个即将登场的人，就那么有自信吗？洛桑无法理解。只有张毅看到索朗德吉头也不回的往这边军阵走来，才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是个聪明人。”索朗德吉是帕吉格桑真正的心腹，与帕吉格桑形影不离，多少年来耳濡目染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所以他不是莽夫，知道突然送死没有任何意义。 活着才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也是目前帕吉家除了帕吉格桑之外唯一知晓张毅身份的人。如果有一名伊普西龙级的强者在后方压阵，并且让你们尽管放心，那么索朗德吉在自以为是的拼命，只能够说是愚蠢了。直到索朗德吉走回军阵，来到帕吉格桑面前，单手放在胸前，躬身行礼。帕吉家的人才不得不接受眼下的事实。不少人义愤填膺，痛斥着索朗德吉的怯懦。可帕吉格桑却笑呵呵的对他说道：“你已经尽力了，很好。” 懂得保存有生力量，这些年没有白跟着我。众人对于帕吉格桑的态度很是诧异，帕吉格桑也不解释，让索朗德吉下去接受治疗。索朗德吉却说道：“我的身体还能撑得住，希望能够看完这一战。”他说着，目光望向了张毅这边。他也很好奇，张毅是不是要亲自出马，以此来保证这一战必胜？不管怎样，一定有顶尖高手过招，他可不想错过。索朗德吉的认输让洛桑摸不着头脑，莫名其妙的他就赢了。实际上， 如果索朗德吉真的和他拼命，就算是胜了，他也只能够是惨胜。都是在雪域高原混的，这些头部的艺人虽然很少直接交手，但是通过各种情报也能够大致了解对方的实力。索朗德吉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对手。不过很快，洛桑又觉得内心愤懑。如果索朗德吉压根没打算跟他拼命，岂不是说这半天的揍他白挨了？索朗德吉追着他砍了三条街，然后潇洒转身离去。赢了，但是赢得很憋屈。不过德吉等人却根本不在乎这些。 他们的脸上满是笑意，已经赢下对方两人，只要赢下最后一人，那么他们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夏扎加措微微皱眉，脸上虽然是轻松的笑意，可还是谨慎的说道：“连索朗德吉都认输了，他们看上去有些奇怪，就是不知道是已经放弃了输赢，还是有更强大的后手。”拉敏欧珠闻言也是点了点头，慎重的说道：“赤巴，最后一位出战的勇士由您亲自安排，我们原本不用担心，可是对方如此自信，会不会有伊普西龙级的一人存在呢？” 伊普西龙是一个分界线，上下之间的实力差距无比巨大。只要对方不是伊普西龙，那么此时就算派出九千九百点的异人，也需要经过三家联军的两位勇士车轮战，处于天然的劣势。赤巴的目光望向远处，那是大雪山的方向。放心好了，如果他们真的出动了伊普西龙级的异人，这一战反而变得简单了。这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了。如果雪域高原有外部势力干预，尤其是伊普西龙级的强者出手，藏主作为雪域高原的守护神，绝对不会插手不管。 只要在可以看见大雪山佛光的范围之内，藏主就是无敌的，无惧任何对手。有了德吉的保证，两位家主此时放心了许多。很快，他们的目光望向对面的军阵，开始等待对方派出第三名战士出场。德吉上了年纪，目光有些浑浊，但是在浑浊当中，剑霍闪过一抹凌厉。他猜到帕吉家本土的艺人已经拿不出手了，所以接下来上场的一定是对方请来的雇佣兵。那个视频影像当中，浑身穿着漆黑甲胄，屠杀了桑家四四名护法金刚的男人。 但是很快，他就知道自己猜错了。在帕吉格桑等人略带一丝紧张的眼神当中，张毅示意梁月可以上场了。他没有忘记提醒道：“把他们都杀了，不要留手。”梁月回答道：“我知道，生死对决是光荣的，就像五人之间的生死擂台一样，我不会手软的。”花花此时已经沿着梁月的衣服缝隙钻进了他的怀中。按照张毅的吩咐，他暂时不会出手，而是等待关键时刻。如若梁月遇到危险，他再上。毕竟他是骑兵，如果摆在明面上，对方反而会有防备。 于是，梁月穿着一身银灰色的外骨骼铠甲，手持长刀走向了雪原战场。她穿着甲胄，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，但是通过身形仍然能够看出她是个女人。关于梁月，外界对于她的了解并不算多，哪怕是帕吉格桑也只知道她是张毅身边的一名异人而已。另一边的洛桑已经服用了药物，压制体内的伤势，并且注射了兴奋剂，暂时提升身体的爆发力，以及让身体的痛觉变弱。他巨大的布口袋一样的身躯，四肢着地。 金色的火焰在他的皮肤表层熊熊燃烧着，眼睛死死盯着眼前最后一位对手。只要战胜了梁月，他就能够代表联军阵营赢得最后的胜利。梁月走上战场，周围漫天白色的蒸汽让人看不真切。现场，梁月缓缓地拔出手中的长刀，高高举起，雪亮的长刀凌空向下猛的一劈，轰！一股蓝色的气流顿时从刀身上轰然爆发而出，整片战场之上弥漫的白色蒸汽被人狠狠从中间一分两半，然后向两边倒卷而去。 很快，战场之上的白雾便被驱逐，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其本来的模样。洛桑死死盯着梁月，打算故技重施。他的身躯迅速的转动起来，化作一颗巨大的火球，轰隆隆对着梁月碾压而来。汹涌的火焰散发着炽热的高温，肥厚的油脂在他体表形成了一圈绝佳的防护层，这是克制物理攻击最好的手段。梁月不急不缓的抬起左臂，左臂的铠甲嗡的一声弹开，露出了下面的发射装置。梁月对准洛桑滚动而来的方向。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，迅速的靠近，哪怕隔着数百米远，已经能够感受到其高温。梁月毫不迟疑的发射出去十几枚微型导弹，封锁住了洛桑袭来的方向。轰隆隆，导弹在洛桑周围的区域爆炸，升腾起大量浓郁的白色烟雾。洛桑的身躯在滚动的过程中，竟然出现了片刻的凝滞，就连他身上的火焰都如同被狂风吹过一般，呼的一声迅速的暗淡下来。梁月发射的并非普通的导弹，而是内部蕴含液氮的特殊导弹，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冷元素之一。 它可以迅速将周围的温度下降到零下两百度。洛桑的能力是火焰，液氮可以吸收它释放出来的热量，消耗它的异能。果然，这种极致的低温比空气中的温度低太多了。洛桑的火焰释放出的热能被大量的吸收掉，这也导致他来到梁月的身前时，所能够释放出的火焰威力大大削弱。面对来到身前的肉弹战车，梁月没有盲目的使用长刀去劈砍，滚动姿态的洛桑再加上皮肤表层的油脂，可以极大的卸掉各个角度袭来的物理攻击。贸然出手。 甚至还会被他的躯体反震。梁月作为实战派的专家，在场外观察了他与索朗德吉的战斗，当然不会犯同样的毛病。他凌空跃起，躲开了滚动而来的洛桑。空中腾飞的梁月如同一只灵活的飞鸟，而他纤细修长的手指在火光的映照之下，一缕缕金色的光线在微微闪烁。